这调师真会玩啊，我这把被调师六穿了。聂西，主要聂西没时间练啊，熟练度是个问题。上来抓谁呢？大船这边应该看到了，来了调香师，因为大船的机子被封了。调师不好抓呀，献出香水好。哎，这我好像，哎呀我去，这一刀跳不过去。骗个侠，这条是会玩啊。这调师真会玩啊，我这把被调师六穿了。这调师这只能看防守端的东西了。这波跳也没跳好，有点难受了。哎，放弃了，这个不能再抓这条尸，这条尸绝非凡人的。外面两台机子，这边还有一台。这上来追就知道了，这条是不是我们这个分段的，压根拿不到刀啊我。慢慢打吧。底牌切个船，调试那边可能会重新起机子。二楼的机子不动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把这调试秒了，因为这调试怎么地它是个二挂，那边在补状态。哎我去，人呢？我开门战也抓不了他呀，我得把他击倒了挂进地下室。我本来这么想的，跳过去击倒把他挂进地下室，但操作失误了。
他们的画家可能会来救人。这边有乌鸦，这是个机械师，不着急啊，先回去把这调香师守飞了再说。我感觉画家可能会过来。没来。没来的话就拦一波，有没有机会？哎呀，没有。嗯，喜欢个头，我头都被你们砸烂了。